玛丽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让你知影。这天也是到了，伊绝对是要问我要做伊高罗夫人无？不过，伊是房贷少年团，我可能过到真艰苦。伊够牙周病，老啊，我要把佮照顾。我已经单身九年了，我有玛丽，就要嫁进来结束了吗 ？Mary， 这个代志就是，我敢若袂记你订阅《众众众众众义三国志》。小 A 啦，对不对？美丽又性感，而且你绝对不会心机。小赖啦，小 A 啦，而且更厉害的是，他还不怕。那我们欢迎小 A 啦，很辣，朱小妹。哇！你把他们换成冠军，哇！每一关我都想去拍的，拍的我就对了。大哥叫休息费。大哥是谁？大哥是艺人吗？大哥是谁？有两个，有两个拍谁？我今天是金太郎的妹妹朱小妹，不会离开你，玛丽不在，玛丽不在，你怎么吹一个妹妹？对，玛丽不在，你怎么吹？我领多少钱就要做多少事，你根本就是为了观众好看吧？哎，关主是不是都要吹哨子？对对对，没错，吹哨子。好的好的，那个就是因为三国志的赛制有分单人赛跟双人赛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。对。那如果说双人赛呢，你遇到像一哥、一哥这样子的队友，就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一哥就是一个过关神队友。对对对对。那遇到谁会不开心呢？笑哟，让让让让，笑哟，让让让让，上面写，让让。如果遇到像豆哥这种，要身材没身材，要体力没体力的队友，真的有钱啊！不留下他在这欢乐好不好？他有钱啊！他有钱啊！我们今天是猪队友挑战赛，没错，因为呢，我们今年刚好是猪年，所以就是猪队友挑战赛。我是觉得你需不需要把裤子穿起来？你说有点太我觉得好笨哦。办得好好，张小不要不要不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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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行了，做做我们之后才会做的事，现在太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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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好像被吃到旁边了。对嘛？哎呦，好多了。啊！好多了。你不介绍一下来宾吗？对啊，来宾要介绍一下。快快快快点！过了啊，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赵哥。赵哥不用介绍，他老朋友。还有151小哥。小时候在存钱的时候
是不是一定都有养过一个小猪铺满？有，铺好铺满。这关要进行的关卡就是噔噔，蜘蛛必救。最快把铺满里面的钱币全部摇出来的人呢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追小队长。不吉利耶，猪年就当追小队长，不习惯卡。我而且可以用三次，一定很烂。你们真的要认真玩，因为这个卡其实不会很烂，不会很烂。你这样讲吗，波姐？一开始在捶地板，有点浪费了钱，好不好？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来，道具卡争夺赛开始。太快了。最小不好，真的没有人要买。赵哥，你不买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一千是最高价，你可以不会不好，真的。那我卖一千，我只卖一个好的，不好的。不要啊！它还是有用处的。虽然芒果姐他们叫我不要买，但有我这一个交情好朋友的，我就买。对，好不好？卖一万，好奇怪，一千块的友情，友情价，我早要买三个。一千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、啊。我上次买个一千也是扛一个，真的。那还有人要买吗？没有，他不会卖。我不会卖，我只卖一张，我两张我自己的。那我来公布怎么用。好，来，有多烂？没有，真的没有这么烂，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关卡是会弄得非常狼狈。啊？对。我好像每一集都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我们有哪一集不狼狈吗？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弄的。对啊，他们说的。可是我刚进回家，我妈以为我没有去露营。那今天反正如果你不想要把自己弄脏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衰小队。很好哎，我别人扛着。你可以指定一个人帮你出这个会弄脏的任务。哎，刚重点一千五，重点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讲完。重点是因为今天是双人赛，两个一队，对不对？你指定不是你的队友，是别人，他来代替你完成。然后如果他成功的话，我下班，你跟你队友下班。那我帮他玩，我当然乱玩呐。对啊，就抽到个花花一队就好了。跟你一队，跟你一队。那有下班十八辣吗？有，便宜有，乖乖要甩，还是有下班十八辣。
要那么过分的皮哦。不是，你不了解吗？不会弄脏。突破盲肠。对啊，不会这样。六关呢？六关如果三张都用在你身上，你就要扛一扛一扛哎。哇，这么爆！我跟你说，而且你中间还会夹杂 cosplay。哇，但是有 cosplay 脏 ，cosplay 脏 ，cosplay 脏，超浪费。五千要买了啦，八万八。限时内队友需要蒙眼摸出箱内是什么东西。有便宜哦，过关叫下班十八，还是有下班十八啦？那么过分的屁用，你不了解吗？不会弄脏，突破盲肠。对啊，不会这样。六关呢？六关如果三张都用在你身上，你就要扛一扛一扛哎！哇，这么爆！我跟你说，而且你中间还会夹杂 cosplay。哇，但是有 cosplay 脏 ，cosplay 脏 ，cosplay 脏，超浪费。五千要买了啦，八万八。说不定是金的，又乱的又金的，说他的像珠子乱动他，是他自己讲出来的。珠满天花乱坠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可能会是一整组的 cosplay， 天蓬为那取经取经系列，什么三藏，我已经办过了，白马，好想看那个小汉扮啥，下一张，不用扮就谢我了。小猪就是三个人的，完蛋了！佩佩猪，舰队，今天全部都是火箭队，他三个啊 ，cosplay 啊，就宝可梦里面的宝可梦那个火箭队啊！哦，我最讨厌输的感觉，我最讨厌这种感觉啊！你最令人喜爱的反派，哎，我是，可以，可以，终于有好卡，一万元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黄东辉从头到尾都没有加入我们的讨论，他在干嘛？一直到有五千跟一万就开始了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卡，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只有现金你最了解，现金可以。那我们第一关要去哪里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前往的就是这个新鲜森林了，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浪漫的装饰，所以现在就是很多情侣喜欢去那边。约会，情侣吗？现场现场都好情侣，在一起，彼此快点！我比，我比，拜拜！我不行，被脱裤子又被锁吻了。他这是索命啊！好，坐好，坐好了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是有什么好试的？八卦姐，你是叫闭嘴主持人的吗？为了好啦，早上玩太硬了啦，我还没那么试一下。我醒了，试一下啦，又没有玩这么用力，大热嘞，大热火热。关注刚才有讲过，这里就是适合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用快点，小用快来的，小用快点，里面有你多少钱？你不要用快点，小用快点，快点，小用，人家来救火的，哎呀，哎呀。那现在就是要选你们的队友了，来投降，前面，加油 ，Lucky Ball 来了，一号，第一怎么玩得到？哎，二号，来哦，哎，注意哦，该不会三号吧？应该要前面一点，对 ，Lucky 五号，哎呦，玩不到，有机会，小优你先抽，我想要拉，我要抽跟你同队，然后一棒把你打死。四号，那我就知道抽四号，你要打他，我不想看小优把他打死，那他也会打你吗？我也想打你。哇靠，三号，来，三号，一哥来，你先让 Lucky Four 出来，对，一哥 Lucky Four 不要，同一下啊，好，一定是，我和你 Lucky Four 不想要 ，Lucky Four 不想要，好，我收，我收，没有人要，我送给赵哥，为什么？我要，那是奖金啊。哎，我可以打你。五一来抽五一。打死他！刚刚赵哥了。二号。四号。哎呦 ！A B L B。没有抽到就你的了。对啊。对啊。真的啊。真的假的？有这种事哦。有。啊，真的。垃圾。大便没有擦手。打个。太气了！太气了！太气了！我现在突然想到，这个 cosplay。吓死我！对啊，朱系列，金子到底啊！来啦，小阿姐，来五号，我五号，好，来要选，来多张八张，我靠，八张，四五六，希望是 cosplay， 来，我要六号，啊，八七六，就这张，对，天蓬元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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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东西哦！拜托，是 cos 的东西哦。他们是吃的吧？他们现在不管是礼物啊，或者是中早会，他们在下面是讨论。你说那句关键的话。他不让你一二三。了解，三分之一过关，三号抽出来，抽出来就打，
头发就打。旁边的人小心啊！用力哦，用力哦，用力哦！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，这这不会断掉，可以了。刀马，一、二、三，灭光！头冠，灭光！头冠，灭光！头冠，灭光！灭光！到时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你们这样很衰，你们在这边把你们的好运用掉。你们原本买买乐买乐都会中的，还要只有一个下班，只有一个下班，没有关系。而且你如果真的才要下班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南港把齐妈带来。对对对对，交接一下，我还好。限时100秒，一人需要喝水传话，并让队友猜成语。我就一直猜，我就一直猜。黄黄鼠，这是必然，这是第一，黄黄少年呐，必然。黄黄鼠黄，黄黄不好，黄黄鼠必然，必然。这是队友靠边。到时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你们这样很衰，你们在这边把你们的好运用掉。你们原本买买乐买乐都会中的，还要只有一个下班，只有一个下班，没有关系。而且你如果真的才要下班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南港把齐妈带来。对对对对，放个紧交接一下，我还好。他刚刚一直说他今天好冷，需要点温暖。齐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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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父，你想我？你赶快走，你赶快走，你赶快走。岳父，岳父，他叫赶快走去接他啦。来啦，你闪啊！你闪！我腿超不好的，我腿超。你们两个腿很好，我们两个一起闪。好了好了，齐爸，齐爸，我们要下班。下班，下班，下班，下班嘞！差一点就下班了。再送一组啦。哎，被我们破解，太快了吧！好快啊，快！对啊，小小哈 cosplay 的时间比我们玩游戏的时间还短，当时就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前往的下一个地方呢，是落雨中草坪露营区了。哦，不妙不妙不妙，感觉很美。对的，好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妙？没有这种什么露营区啊，什么草原啊，我们这边哦，去一些文明的地方。都是这种很妙很妙，因为那边妙妙妙妙，可以露营以外，然后秋天的时候，落雨中会变黄，就很漂亮。哦，但是根本没有空，但是已经过了。完全没关系的，没有关系。没错，这个要进行的关卡呢，就是噔噔猪头猪脑，限时内需要头套、丝袜、摇绳，并倒入队友头上的容器内，率先达到指定的高度的队伍呢，即可过关。头上戴丝袜，什么摇水看不到吧？就是你会很模糊 ，OK， 它是线到看这样到就哦，视线不清楚。然后被盗的那个人有可能就是会全身都湿，因为在手头上哦，对，就是有加入丝袜套的。哎，你听出来了？对对，那你们老关卡新包装啊，老关卡新包装啊，无心意啊，对啊，就是多后面先，后面先，无意无意，哎，体谅他们啦，因为这个也不好多挤的。哦，这个月牙不好做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又是 lucky boy， 不会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怎么可能？果然是光照。前本命年，本命年来啊！天蓬元帅来啊！抽好抽满，新的本命年，你应该先去安太岁，因为我现在太岁。佩佩出来啊！哎，对，为什么可能？感觉像我本命年对啊，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没有悬念了啦！没有，没有，超了！你那么爱抽，对。
花花先抽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花花很重要，他可以用那个跟他同一队的人就是缪斯，缪斯。花花同一队就是他。这个到终于到我的重要。当然你，你是我们模特里面最欣赏的。真的，你好话再听听啊。我用那我用那 Kibo 给你换一张卡。啊，别，办不到，办不到。又讲算开心。你要加脸。六号，哎呦，我又跟赵哥，你写了吗？赵哥，我要写了。二号，哎，我跟赵哥。他是六号，我又跟你没有一组。大家加油！好，还有5000跟10000，还有7张。cosplay 呢？再抽一个，衣服本来是黑的，现在多绿色在上面的。对，接下来再抽一个红珠，还有红色的。七彩七彩珠，七彩珠，七彩珠，七彩。我要六号。天蓬元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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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蓬元帅。金金珠好的啦，好像是好的，该不会是那个礼物？礼物。Oh my god！ 真的是金珠。打开是 cosplay， 哇！我没有小孩，猪哎，有我儿子，你的小猪，我儿子是猪宝宝，小猪猪，哇！几点？来看一下，哎，可爱哦，哇，而且这个很可爱的，好可爱。1000块，好棒哦！耶，我们又送你小孩第四了，给1000个魔大8分90，8分6000，有啦，6000块。哎，给我，给我儿子，公积金啊！我从小就要告诉他，这是公积金啊，公积金。公积金把这段剪掉。我从小就要告诉他，这是爸爸扣十分之后得到的，扮猪得猪啦！哇，谢谢。限时1分钟内，一个队友从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猪头要丝袜套头，然后另外一个队友进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151你是担任猪脑，那你是猪头，好，我们清楚了，要把它喊出来，喊出来，太难了。哎，这个不丝袜套头都不可能买吗？大家都套了，大家都穿了。第一棒清楚。那我知道了，太早了，其实有点太早了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千万就走吧。猪的游戏，下班。
啦，再放一组啦。三十秒是不可能的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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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机会，他那个慢，没有三有，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他刚刚四十八秒过了，上上，我们三十秒过给他们看，才行吗？然后阿德是一直下班的啦，好，输的输的当猪头，对啊，阿姨的，赢的当猪脑，剪刀说不。哈哈哈你真不怕呀？来来看，好，你不要你也没多好看吧？哎，可是要比较好一点，这边很紧。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是张立东教我？我椅子这边活的，我随时拿。天老师，谁搞的？不要坏我！你们就对了，没有照正常玩，没照正常玩，照正常的。好，准备好了。这样做反倒是过去。三十秒预备了，好，会过啦。好啦，一开始。导演，生气不是你做啦，你先做。我是想导演。快点，不要秒数了。三十秒，对，一样三十秒哦。脸部僵硬啊。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快点，快点！太早了，你要往前，你要往前，太往前了。不了哦，没有用力吗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往前拖，头斜一点的，要往前的。对对对，头好小，花花，你们头好小，要看的，要看的，要看的。你要往前的，往前走，快一点，往前要打的，用撒的，看一下。迅猛龙，三十秒到，怕洗澡，怕洗澡，已经过了，怕洗澡，38，请各位，还是放弃好了，一样三十秒，准备好，好，三十秒，三十秒，不要打脸太多，丁少义，开始，有有有，很多。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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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少义，开始。有有有，很多。往前往前往前，不好意思，我鼻孔被被往上抬。往前往前往前，一哥一哥，你这样子接不到戏啦。哎，多秒了，多秒了。一哥，啊，对嘴对嘴对嘴。一哥的音量什么？我真的看不到了。你鲶鱼太干了啦。哎，有有有，这样有这样的这样的。你是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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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鱼
组也是 Seven， 太稳了，感觉你们这一组很有实力。小优翻弄这个，小优好丑，小优不要，小优你太丑了，不要，你太太先不走了，他是我的队友，你把他弄死了，我拿起来，我会丢。来，三十秒，预备啊！这一组感觉很厉害哦，血真恶心，血溅人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对，哦。哎，这么厉害！他看不到了，注意的啦，他在闹啦，注意的，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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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他，下面喂他，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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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一点，下面下面比较容易进水啊，哎，对，就这样，往前这样子。你们两个，哎，小优欧美色，小优欧美色，好假，你可见真。你好，独角兽大战，丝袜精。你敢闹哎？你敢小优还敢闹？还闹还闹的。他完全在复仇的。那你们互换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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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个机会要了，要了，要了，要了。人家邓威哥是前辈，前辈，前辈。对啊，对啊。来，让讲文化，让他知道什么是，让他玩到什么是综艺效果来。真正的玩法，来来来，坐。我现在如果答应互换，是不是就撞了你们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套语是吗？他玩弄成这样，他玩弄成这样。你们想要看我这边套语是什么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坐。对。那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看不到啊！哎，你又不用，你又不用。这个丝袜是防水的，防水的。哎呀，这样不会湿的。不行，这必须会变好。这样装才不会掉，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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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时段了，你们俩不是我的错。时段英明啊，你的名字讲错。好，我准备了。辉哥，不要被左右，我不会，我会想过关，我想过关。三十秒计时，开始。你这样我怎么倒啦？哎，可以哎，高一点，这样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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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的，你先这样，放开死啊，过，等我过，等我要过，哎，你不要闪出来，你不要闪出来，过，你不要倒，你这水跑出来，等我，等我，你俩别动，不要动了，快，兄弟啊，快点，哎，你也鬼嘞，他要动了。我不上，叫你不要动，我是叫你不要动了。太狠了，神经病！下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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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降甘霖。哎，你不动有机会。豆哥，你们这有机会了。我觉得我们有机会，我们是全队唯一的机会。真的，我们要让只有我有真正的猪队友。你也一样。你们这一组要证明这一关可以过，对，好不好？三十秒，来，我帮你套，先帮你带啊。豆哥可以，你要不要套到天上去？不行，我肩膀太宽了。这样可以哦，来，三十秒计时，来过一波，过一波了，哎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来，有机会，可以，我问你，有，哎，越来越多，对，不要把我做，转，回去看回放。我没有。小豪一水蒸发。跑不了，他现在跑不动了。小豪，
醒了，醒了，哎，小哈都洗完澡了，洗得香喷喷的，然后冲了冲了一遍，帮你把绿色洗掉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帮我把头上那个绿光，对对对对，你彻底洗白了啦，洗白，晦气太重的人就是要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关嘞。运气真的非常重要了，真的要看你的队友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。那这一关呢，我们要让大家来摸宝，要进行的关卡就是噔噔珠宝箱，派出一个人挑选恐怖箱，限时内队友需要蒙眼摸出箱内是什么东西，率先猜中的队伍呢即可过关。可是两个人，一个人摸，拿另外一个人猜而已，一个人选。选给队友猜，选的那个人要选，选的那个人要选。哎，我们感情已经这么薄弱了，你还要我们？对啊，你可以挑，就是你觉得谁的运气比较好，他去选啊。手指触感比较灵敏的人可以去摸，因为里面有一些真的还蛮可怕的。会咬人吗？有蛮可爱的，会痛吗？会痛吗？可能会有一点，可能会咬人。好，大家请小心了，好不好？会咬人。然后这一关呢？这一关他不会咬人。这关我们有多加一张卡。关主卡，好卡，关主卡是好卡。但今天我们不想加，对，关主卡是 lucky， 关主算好的。今天都不用惩罚，对啊，不用惩罚， OK， 不用被惩罚。哎，刚刚后面打前面，就 OK， 是是是，会不会太严重？ lucky 三号，我想 lucky 三号，你们一组，你摸好不好 ？lucky 爆，而且钱都还在，对啊，钱都还在哎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不可能呐！扛一个，扛一个！终于等了好久 ，Lucky Ball，Lucky Ball，Lucky Ball！ 哇，等好久，哎，我超久没抽到，超久，他有人说好几个月，好久，自己好赚，来后面后面，像每个月看，有人鲶鱼一直赚钱也不是办法。好，又一号，一号。钟轩在干嘛啊？动手脚，动手脚，你是不是把1万块抽掉？随便抽，好，关主，四号，哎，我跟丰田，我跟你，哎，我跟谁啊？五号，你是一号，我要跟你抽，真的抽卡，张立东，一号，来，几张？几张？几张卡？哇，七张哦。张立东，蛮多坑的一半，张立东你会死定。好了啦，还有佩佩猪没抽啦。你们先不要，天蓬也没抽。对呀，天蓬也没抽。天蓬，哎，天蓬帅，其他人要陪他一起。第，天蓬猪五张，五张，五张，扛一个啦，扛一个啦，一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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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一万。火箭队，意味着我会有一个 team 吗？谁想加入我的队伍？应该就是你的队友，是他选还是说那个队伍里面？你是跟谁一组啊？一五一啊，我也要，因为我就剩两个人呢，等一下要变成怎么样呢？下次告诉你。我是五藏，我是小次郎，我们是穿梭在银河中的火箭队。白色、白昼、白昼、白色的世界等着我们，就是这样。喵！喵！好尴尬，再来一次吧。这我的 cosplay 和要求，你再一次啊！再一次啊！行不行？再不顺一点好不好？真的，再一次啊！再一次啊！哎，对啊，你们是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 cosplay 台词吗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啊！尖叫声欢迎火箭队！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怪这居然里面真实的邪恶，我们是可爱又反派的角色。
我是五脏，拜个腾口啊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乔治啊，我们是传说在银河中的火箭队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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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火箭队好了，结束了。第二次也没比第一次好，老板，老板呀，台湾舰队啊，好，而且你这好像打摔跤的，你看你装，对，索命装啦，索命好丑，好，我就是准备好了。他们是第一组哦，我们是第一组，我们这么忙啊，第一组，接好组，那上场要上场，我们是，穿上那幽默的火箭队，白凤等着我们，哎，呀，就是这样。不是说你每次穿十岁都这么不舒服啊？但是我们是化一样的妆哎。他画起来好可爱，一无一很可爱啊！我们是可爱又迷人的反胃角色，会倒胃。不行，这很贵的内裤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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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小孩结婚压力多大、啊？定婚啊、欸！不行啊！所以你们是谁摸？张立东，张立东，他比较爱摸，他比较会摸，懂摸，懂摸。好，那你就负责选嘛，对不对？我选，选的队友呢不能讲话，所以给你一个奶嘴啊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想好挑哪一个了吗？一分钟的时间哦，你先挑了，你先挑了。来，你先把它放在张立东前面。哇，这么重！哇，好重，重的，重啊！完了，哦，一定是大型的，大型飞过去。然后你拉起来开始计时。看到了，嗯，好，拉起来开始计时。我们计时一分钟哦，没有猜到的话，那就算挑战失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。还有。你可以摸战旗、战旗、金鱼，我可以一直猜吗？猜呀，猜呀，猜呀，边猜呀。是什么？金鱼，小金鱼，小金鱼，跟小金鱼。啊，玫瑰怎么像你？泥鳅，玫瑰头，玫瑰头掉了，玫瑰头掉了，玫瑰头掉了，玫瑰头。答对了，好，答对。没有，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没那么可怕。对，你有抓住整只的，你知道吗？抓整只。看一下。我不要。超可怕的这个。所以张立东算过关了。过关，就过了。八秒，过了。来，看下班十八了。哎，我们就过关了，好棒啊！这样下班有屁用？恭喜过关，马上下班十八啦！哎，我是不是已经过关过一次？对。好，我这样，这次你闪。哎，上次我闪，那不要闪。哦，好。我闪，好。没有下班你就死定了。我在抓泥鳅。
羞。没有了，没有被放大了。什么？不送了吧？不是要送，要送一组啊！不要送了啦！再送一组啦，好好笑！来了来了，再送一组，再送一组，辛苦的准备。没有没有错嘛？好，再送一组30秒。我们一队员要求再送一组。是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就30秒了。好，时间缩短。好，要快很准。好，丰田人，那你来选一个。要选这个3号。你选一个简单一点的，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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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反正别有水吧。可以打开看一下。3、2、1，还没了。还没了。还没错赛。还没错赛。什么东西啊？丢失了，丢失了。好，那我要计时哦，计时开始。把手放进去。30秒而已。然后就眼睛，你的答案是眼睛睁开。哎呀！怎么了？打开啊！来哦，1、2、3。哇！真的假的？不，你要假蜘蛛啊？还有是假的，真的还假的？啊，猪年啊，猪年啊！啊，蜘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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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就位，第三组，参选，你们是谁？我们都可以，输了摸，输了摸，啊，赢的选三组啊，好，好不好？简单，公平，公平。哦不，我想下班哎，输了摸，你赶快摸你的选项，赶快猜对啊，赶快猜。赵哥，你敢摸的，你就有机会。我敢，我敢摸。来，眼罩来，眼罩，这边这边。好，加油。那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选一个。好，那我开始选。好，我选，我选。好，你选，你选。大哥加油，我运气一直都不错。我这感觉。重啊，半轻半重的。哇，是重的，是重的。好，哇 ，Oh my God， 不，不行啊！赵哥，赵哥，我宁愿不要过这一关。赵哥，不要，真的，赵哥，可以了，那就谢谢，不行，不行。赢的选，那剪刀手，屁啦！啊！你选，太好看了，太厉害了，连赢都不会弄，惩罚你，你直接还一些，太厉害，哦，好痛，重不重？哦，这么重啊！太重了，哇塞，哇塞，重的重的，先不要哦，哦，怎么那么可怕？等一下，还没，胜。你这个吗？好轻，你们是人吗？我找错，好险，我是泥鳅。我是没有，我找错，你没有，我找错，太可怕了，好可怕，气死了，快走，不行了，放手，放手。
抓我的夫人。你要闻到，你看你闻到，闻味道，你说不定猜出来就不要摸了。小啦，等会你用闻的，直接猜，你就闻猜猜。这是喷口水，这是。我们怎么摸啦？摸啦，摸啦，哎，你怎么愣着呢？为什么一个手指一个手指，一个手指，不要啦。进行的关卡呢，就是鸟语如珠，限时100秒，一人需要喝水传话，并让队友猜成语。成语啊，和动物有关的成语，率先答对指定题数的队伍即可过关。这简单的吧？可以，我也觉得有点简单哎。100秒，已经操作那么久了，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不适合智力的关卡啊。对，真的不行。对啊，怎么会？猜错的那个人呢，会被淋水。那个安安有水。还有这样的机，现在有这种机关，好高级啊！不是你们到底要带，让我带几件衣服？钓鱼如珠，限时100秒，一人需要喝水传话，并让队友猜成语。成语啊！和动物有关的成语，率先答对指定。提示的队伍即可过关，可以，我也觉得有点简单哎，100秒，操作那么久了，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不适合智力的关卡啊，对，真的不行，对啊，怎么会？猜错的那个人呢会被淋水，那个安诺有水。还有这样的机，现在有这种机关，好高级啊！不是你们到底要带，让我带几件衣服？够了啦，先勾一下，对，勾服的，勾勾勾勾，先把它勾回来了。哎，你也把它勾回来，你勾，我先抽，勾，然后请，回来啦，勾，三只鸡，我想抽 Lucky， 哇！我想鲶鱼是最会勾的，最会勾了，是不是？辣椒，好想抽，还是勾一个回来勾两，整组的，对吧？整组的，难道还要再去玩下期那一次吗？2号，妈呦，没有 lucky 过，2号。那我们如果没有抽到2号，就 lucky 过。哎，我说，恭喜你很，哎，4号，哎呦，哎。1号，4号，哎，我跟赵哥，哎，赵哥很有缘，一号，一号，来，点一，拿一张给把他们勾回来，拿一万，最后一张了，最后一张勾回来，哎，我觉得他拿钱呢，1万，张立东，你觉得哪一张？我先看3号是不是勾魂，我先看3号是不是，3号是很有选的，红珠，完了，1/4了，张立东，不是喽，有人要回来喽，各位观众，够了！啊！上1万，好可怕！把钱拿出来！把钱拿出来啊！好可怕！没有宣传的意义了。2000，哎呦，是洗牌吗？偷邪门！你让人先发，
百秒要答对三题。太简单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来猜？因为鲤鱼它是一个不懂成语的。它是文盲啊！好，那但是你看懂字哦，不用看这边字哦。好，看得懂，好。哎，很清楚哎。可以 pass， 高哥，猜的人可以 pass。两题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会过哎。等一下，你确定你看得懂？对，你给他看第一个，你如果猜对，你以后吃喝玩乐都我帮你付钱。真的，超难。不会念，看不懂字怎么办？那不行的。准备了啊！一百秒计时。忘记先生，我紧张，你要说错，你要看，忘记先生，我听出来，没有这个成语，忘记先生，慢上先生，你很像啊，再听，真的看，好好好。这个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马上成功！这个太简单了。你会念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你要四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会逆袭吗？奔流四海。很难的。狼奔死！哎，我这个听得懂。应该是什么啦？再次啦！很难的。没水了是不是？那就是龙。而且你跟纳豆有仇。我们来猜一下，我有听到河东狮吼。河东狮吼，长相厮守。对，这个很难哎。为什么还在喷啊？河东狮。我想说，你都猜了，这你把它猜完，其实你讲的不错。刚才我问好，万象更新好像万象生渊。对，万象更新第一。万象更新。不是万象生渊吗？是吗？这你是河东狮吼。哎，刚刚第一个字怎么讲？这个刚刚那题很难的是。我刚刚。进击。屁股是这个，太难了吧？期待下一集就位，一百秒计时。太难了吧？太难了。你的声音，我听懂了。隐身舞。走马上任。
走马上任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很接近，很接近。哇哇！流，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要干嘛了？在哪？再往下流吧。刚刚那个水雨是自家。水往下流，水往下流，水往下流。什么？你当猪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要配音了。快点了，三十秒了。No， 时间宝贵，时间宝贵。还有个成语啊，时间宝贵。No， 你到底会不会？哦，哇！鸡飞狗，鸡飞狗跳，鸡飞狗跳。真的，等一下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我讲的超清楚的，好不好？时间到了，我对了，你没讲啊。因为你讲贵的时候已经时间到了，因为你太享受一直被淋水的感觉了啦。下一组请就位。喝马。好，赵哥。我们不要怕失就过关了，睡不怕失。你要怕失，你要听得懂。来，哥们，你不要乱猜，那你要讲清楚啊，你讲清楚。小心老人谈。赵哥找谁？你专心看赵哥，你不要看这边，你看赵哥了，没事，你看赵哥，你看赵哥。不是，有一个很大的人，他消失在我的房间里面。没有，他上厕所。没事，我要注意不上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小安，你要干嘛？没戏了，没戏了，他还没睡，他还没睡。小安啊，不能呼吸啊，不能呼吸啊，不是我太太干扰了，不能呼吸啊，我干扰了，我盗汗哦，不能呼吸耶，太热了，还没开始就干扰。超冷的，头脑上比较清醒。我就一直猜。我防腐，他是必然是垃圾，我防上一点的。必然，我防腐。好，我知道，再犯规重来啦！你怎么这样？怎么算一点的？这刚刚那里不算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不算？哎呦，不行！你水不能这么多了，你水要本身多来呀！水不能流水啊，不能流水！喂，小啊，你干嘛？我没有挂断。要不比一下啦！啊，不不，好好猜，好好猜，好好猜，认真认真。我跟赵哥是生命共同体。好，对对对，不要闹。好，那重新开始，重新。哎，我已经在发抖了。哎，你看他都起来了。快一点啦！快一点啦！好，就乖。100秒计时。你看我在坚持。你再喝一口。你是笨的导游。小三。
霸凌，你为什么要模仿李炳辉？20秒，剩20秒。根本没声音啊，再对一题就好了。接了，睡。哎，最后会弄死，最后10秒，最后10秒，快。这国语课本的你可以猜一次，你要讲一定要讲一个出来。国语教材。看我的国语教材啊！他的国语教材。火鸡跳墙，表示失败。脑力的我们都不行，哇，洗了全破头，真的哇，好不爽哦！而且下一季我们的衣服会改成全部都是潜水装，换这种就是防泼水，防泼水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？因为刚刚已经用过脑力了嘛，等一下会稍微用到一些体力的部分。体力我们也不行，是不是？也不行。小哈今天怎么在录完这个节目，觉得大家好废？什么都不会，没有任何优点，只有闹大家最会闹。对。脑力的我们都不行。哇，洗了全破头，真的哇，好不爽哦！而且下一季我们的衣服会改成全部都是潜水装，换这种就真的防泼水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？因为刚刚已经用过脑力了嘛，等一下会稍微用到一些体力的部分。体力我们也不行，是不是？不行。小哈今天讲，怎么在录完这个节目，觉得大家好废？什么都不会，没有任何优点，只有闹大家最会闹。对，但是等一下呢，你的队友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，就看他有没有陷害你。陷害哦。要看一下，等一下要进行的关卡是，现实内两人合力将乒乓球放入两桶内，率先到达指定数量的队伍即可过关。我手这样棒哦，可能手比较长的会比较吃香。不用点鱼竿，手长而且有力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们的衰小队长卡都还没有用到。没错，我们有三张卡。哎，所以抽到他们算是 lucky， 跟他们同组就算 safe。好，谁先抽？后面。刚刚也是后面啊，什么都后面，晕的人一直都往后面啊，对啊，不想面对。Lucky Ball 在我家，3号、4号，哇，来个四，对，我们要注意花花跟李花，2号，小花 ，Lucky Ball， 嘿。都没有，没有，小茹，你不要抽到四号就好。这样该给我一个啦。不要一号就好，不要一号，不要一号。哦，还有3、4、5，哎呦，我的妈！这两个就是 lucky ball。2号吧 ，lucky ball。1号，3号，2号，哇，1号，1号，1号。我们又是我们。我们哎，哇，你可以用吗？完了，来，你们谁要先？对啊，随便的。啊，不要给那个鲶鱼哥抽到。是啊 ，Lucky Ball， 还有，不要鲶鱼哥，不要。抽到先抽 Lucky Ball， 抽到先出来。Lucky 2号，谁2号？不是，风姐是 Elby。对 ，Elby。空姐，好久没有见到你了。太紧张了吧！更厉害的是，关主会不会抽到关主？关主，那我还要抽吗？不要，你就直接，你要出来证明是 lucky ball， 就是你的。哇，太紧张了吧！你如果拿到5000也很爽哎。对，还有一张5000。可是还有全，可是同时还有全部元帅哦。没有，你不用告诉他，因为他都知道那个卡，他都知道。对，那还有佩佩猪，来啊，还有咸猪手嘞。对，那我要4号好了。4号。好，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。喜贺，会不会是天蓬元帅呢？哇！还是金马奖，少台一个，不用扛了，都不
用扛了。恭喜关主获得现金5000元，而且是美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八号买一。计时30秒，两个人就是合力投入7颗，30秒7颗，对。我们这一组就让大家看一下兄弟情。你们过一过，我们就小唐小唐还不过那四颗，对啊，没过你们没有。来，过给我们看，过过过过过，压下去了。好，预备备哦，30秒计时，灌篮，灌篮，灌篮，要弄，要想要，还闪呢，太远了，太远了吧。你不要吗？20秒了吗？你快看的啦！对，找到节奏了。你该需要我了。灌篮！你该需要我了。三颗了。这是讲这难的啦。他只是飞出去就有机会了。对。他又在下面。他就。好可爱。他打扑克啊。要飞出去啦，你不要，不要拉了，可以灌篮吧？拜托你不要，你会不准，就直接飞出去灌篮，还是你们灌就好了啦？轮流灌，哎，轮流灌篮也是累啊，没心生灌，把球也准备好啊，灌篮灌篮，还没虎啊，没虎啊，计时，嘿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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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三万场哎。不会，我会往那边飞。赵哥，你大概跟他一起飞，大概会倒在这里而已嘛。对，我们就是把它集中一点。没有，赵哥，你不用倒，你只要膝盖在软垫上就好了。对，只要跪下就没有。不会过啦，他会过，他会过。好，我们相信你的队友，好不好？来，Round two。对，好慢，小球，小球，小球，你要起来了，快点啊，赵哥。赵哥，你还吃吗？受不了！啊，赵哥！这队好烂哦！赵哥，快要出来！
我球是拿他这个球比较快吗？对啊，受不了了。可以，下一组就对，对，战略讨论完毕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绝对是超强的天龙地虎，对对。哎，怎么说？而且他们已经想出策略，靠才是怎么看到？他大飞，他小飞，我小飞，飞小飞。好，我们就是过来，是双飞组合，我们要双飞，比翼双飞。来，三十秒，加油，飞飞。实力可以帮你过关。嗯，你该不会想选我吧？没有没有，我看你。我刚才没有玩啊，我战力弱，我战力超弱。有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刚小贝啊，刚小贝超怕的，给你抢，一直躲。你有觉得你会过？你好玩。对，你刚才在闹。你可以，我一个人过吗？我拉你。没有，他拉你啊。他跟你背，他跟着你背，所以我过关。就过我也跟着下。要走？没有啊，下班。你帮他过的。你帮我过。对，那你就行。所以小队长，那你就不要认真过、啊，就到六颗，怎么都六不了六颗。好，我们孙小队长指定的队员可以准备好了吗？小队长不行，小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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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超恶心，超恶心，超恶心！不是他刚才真的是笑到他没办法比赛。我刚刚如果再动，我真的会尿出来。首先好，来啊，要遮一下，遮一下。预备备，导游你要跟着小飞啊。不要放弃啦！你们这样子，我等下下个圈。好，我还有一张哦，不要闹了，还有一张哦。好的，认真。好，最后一组 ，Round Two。你要飞一下啦，大飞、小飞、碎石。再来，鲶鱼这次不要弄倒，不要弄倒会过。三个，去看医生，没事啦，吃什么？
三只漏尿的药啊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现在要前往最后一个地点，最后一个关卡了。我们要到这个欧家家民宿。欧家家，对，它非常的可爱，它有黄色的外墙，可以在里面享受那种乡村的浪漫的气息。那我们要在这边进行最后一个关卡是什么呢？什么呢？近朱者赤。每组两次的机会，需挑选一支水枪，并射击队友的脸。没有被红墨水刺到的队伍。过关啦！就是运气要选一样，只有一个人会被射到。对对对，是不是搞这一种都没有脑的游戏？对啊，就是要玩墨水。有脑上次也是拿那个，赵哥也不能怪他们嘛，因为他们一次在试验下来，就是我发现我们就是不需要有脑。而且刚刚有脑的成语那个，你们是弃权的。你们身边都弃权，是你在闹。就我。超强超强，来！丢。那就漏尿先抽好了，漏尿先抽好了。漏尿要小心了，漏尿落实。该不会以后我会有两个抽漏尿啊，漏尿啊，漏尿落实啊，漏尿哥，厉害！哎呦，完蛋！漏尿哥。我上了，这一号小心被尿喷了。但是如果跟小心被喷到的不是红墨水，五号。没有，他会做坏人去捞别人玩。二号，没有，他要拿别人去。来一个，哦，上次任务执行好久。二号，所以二号，是你耶。那现在还有一颗四号的机会。你要看是谁了？我一队没有比较好。对，好像是谁？你可以，你要被射，那你可以拉别人代替你被射。对呀，那就是。哎呦，阿伟，来，我们两个一号，加起来，一二三，三四一啊！赵哥，不要开心太早。你又跟小飞，我们就大飞跟小飞，感情太好，双飞兄弟，双飞兄弟。啊，八号马一，八号马一的，号码一都不给我们，因为脏啊，因为你怕脏啊，你们只怕你们的号码一脏，不怕我们脏。人命不如号码一，我等下就尿在你们的号码一上。枪是硬的啦，几率太低了，这个很难过关。谁先喷？我先喷的。那你选一支，选一支来。我跟你讲，四号，四号。那就拿好你的枪。来，觉得我们要怎么算的？站在后面。对，我们好，现场准备好了吗？你还要加压哦。来，一定要打满。打满。没关系，恭喜过关。恭喜你们过关，那就先旁边休息掉。别洗澡。好，我们第二组就哎。好了，第二组是我们的帅小队长。队长，拜托，我不要再湿了。对对，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玩一个游戏，然后其实我本来可以过关，但是那个人把我整个喷成黑色，衣服脏到算，然后我手现在就有一点坏掉。这个过分了。是谁呀？谁呀？这个超级没有用。对，就我想一下。别这么坏。到底是谁呀？坏哦。到底是谁呀？加油！大飞哥！大飞哥！我觉得我也有话要讲。怎么说？因为我觉得小优今天真的很可怜。对啊。然后我觉得这张卡我用在每个人身上，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所以我想要送给小优。他想要找人帮他玩，这样没关系，我可以下去玩没关系，因为他太可怜。你有没有就顾虑到你跟你同组？你送给人就表示你要玩哦。我玩，但因为我觉得我也有话讲。我这张卡其实我也想要送给你。没有，你不行，你是被用卡，你被用卡，不是卡不一样。我今天从头是这个。那你要送给小优，送给小优，他用谁那我不管。哎呦，但有仇报仇是本节目一向的恩怨。小优，你要回想一下今天到底谁最欺负你？谁一直在没有？谁让你手差一点脱臼？还在那里一直在一直在，没事有事在那边抢背。一直抢镜头，那又拿走10000块。对，是谁？第一个。你今晚醒来中下。
其实这张卡我用在每个人身上，我就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我想要送给小优。他想要找人帮他玩，这样没关系，我可以下去玩没关系，因为他太可怜。你有没有就顾虑到你跟你同组的？你送给人就表示你要玩哦。我玩了，我玩了，因为我那我也有话讲，我这张卡其实我也想要送给人。没有你，不行，你是被用卡，因为我用卡跟不用卡不一样。你是因为从头这个。对，那你要送给小优，我送给小优，他用谁那我不管。哎呦，但有仇报仇是本节目一向的恩怨。对对对，小优你要回想一下今天到底谁一直在那用，谁让你的手差一点脱臼，还在那里一直在一直在。没事，有事在那边抢背，一直抢镜头，那又拿走一万块。对，是谁？严云哥，你今晚醒来冲虾啦！你冲虾啦！你帮他玩呐？不是吗？你帮他玩呐？你有帮他玩啊？小优两个，我今天要把你拉过去，我要弄死。那就互射，互射，互射。你们两个好不好？好衰啊！赛前躲过了，赛前我先讲，你先，我跟你讲，三号四号确定有啦，没有干啦，六六跟一三四部分，六中六没有，我觉得有黑布吗？要拿黑布来盖着他选号吗？从下一组你们就穿这上去，黑布把它盖着，太抽了，你中了，拿黑布，我拿你们屁事啦！现在要换的啦，不然这样子，快点来支来支，六号六号来。三年一届的小欧巴马，真的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！太阳的话来，不要，这是太阳的歌吧？太阳的话来，太阳的话来，你谈喷我，小贝，小贝，不要小贝，放心呀。然后换你，换你，换你换我了。刚刚六号是你选项，换我选，换你会选，换我选。五号，五号，五号不会过啦！你想什么？小哈，龙彪哥。那你自己选一个啦，你自己。你好像刚刚好，所以这一次是你选的。前面一点。你现在已经不怕了，还是随便的啦。说不定我可以把你洗干净。来，好，可以。一秒啊！一二三。好棒！越深越深，越深。太难了。太难了。你下一个，九六来了，不好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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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写绿绿绿绿绿绿绿，好吧，来，好戏，好不好？好局，好局，看到好局，好局，来，来吧，笑啦，老板你先射我好了啦，赵哥笑一下。你要挑对枪啊，谁先射？你先射我，就是降低你被射的机会了。哎，对，因为真的是够过了就过了，好就过了，看运气啦，这都看运气的啦。对啊，好，你要哪一支？三号，三号。好，你赶紧背啊。这有个不精致的一个道具，破袋。这个要生气没过，没办法，没过。刚刚看到那个枪的头，就是那个颜色。太低了啦！我今天心中一直有个号码没有选到，来，就是五号。
准。有五号，哎呦，有 feeling 哦。五号，五号，啊，细啊，你细啊。五号，五号，五号，超难，超难，要拖要拖啊！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你先喷，我先喷，随便。我先喷。好，你喷我。好，来。好，很帅哦。那你选，你选，你选，你自己。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个二号。同时射，同时射啊！同时射，同时啊！不喷呐，过就过了。对啊，不喷。同时，同时，你在这边主持这么久，你会信这种鬼话？但是我这一根是白的，我对啊，过了笨蛋。脑子不清楚，可恶！不清楚，可恶！啊，不好信，不好信。不是，还是不喷。不喷，那是你们吹气的对吧？还是你们一个人拿两根喷，一个人拿两根，拿两根，那浪费道具吧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蠢的要求。哎，还是其他我们帮你喷，其他我们帮你喷，一起喷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不用管这个。这么华丽的 ending 啊，华丽的 ending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觉得这边都是一个局啊，这里就是一个。有个保命，那我来数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！